里面也不一定每一个人的擅长的都不一样嘛，有没有比较老鼠屎练比较久的？是一二三指人。好，我们来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好，谢谢紫嫣来我们。紫嫣怎么说呢？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呼啦圈，我连放在腰上摇都不太。真的假的？你小时候在干嘛？没有干嘛，没有摇过这样子。那其实我们第一天练的时候，他是连那种抛接或者是转来转去，他都没办法。这么不熟？对，然后他就现在可以完整的表演出。现在他们还可以用那种鼻子在那边顶。哦，进步很多，所以才可以有刚刚的呈现吗？对，才可以完成刚刚的表演。那有没有最擅长？就其实突然变成啦啦队的一个经纪的感觉，技巧。他可以一起转哦，你是蛮可以跟啦啊，不是呼啦圈结合，就是。没有，我就突然想说玩一玩，然后就发现然后就完全没兴趣，超搞。你根本还可以用脖子吧？没有。我们掌声欢迎喜欢音乐的大家长陈子翁子翁老师。好，我觉得我是蛮搭的，蛮搭那种家庭照的概念。对啊，因为今天这个记者会一定要穿的比较装年轻一下。那其实子翁老师今天来呢，本人亲临现场也要送给他们礼物哦，有礼物哦，是的吗？假的，送上去 Happy Hour 预知快乐礼物券。我们先翻到后面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预知快乐到底是要抵用什么呢？来，预知一周免费哦，免量体重的快乐，无视热量的功能，还有幸福的美食，还有老板霸气的买单。哇，太棒了！对，因为其实他们平常真的蛮辛苦，这个不能吃，那个不能吃，是然后要维持体力，然后呢，睡觉时间也不够，然后吃的东西我都会要求他们吃营养，但是不能吃会胖的东西。是，其实说真的啦，我自己都做不到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要当艺人真的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就刚刚讲说，他们自己选想吃什么，对，想吃什么我就带他们去吃什么，你就买单。对，当然是我买单了。OK。嘉轩，那其实今天真的超级紧张，因为我们大家的爸爸妈妈还有很多朋友都会来看我们表演，因为有一些粉丝都是有看过我们表演，但其实这都是我们大家的朋友跟家长第一次看我们现场演出，所以其实也特别紧张，就是希望他们会喜欢我们的表演。今天就是妈妈会来，然后因为爸爸还有活动，所以他今天没办法到，可是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是爸爸送我来的，然后一路对啊，我要爸爸接了。然后一路上的车程，他都在跟我加油打气，然后告诉我不要紧张，只要做好自己，然后把握当下就好。